家族呢，这二十几年来一直为着台湾的很多进步的地方成长，跟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一起做很多的工作，尤其是把每一点一滴的很多对国家好的、对企业好的都做很正面的报道，使大家呢都感觉到这个《天下》杂志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很正面的杂志。同时呢，我认为一个杂志可以继续存这个三十年，这个不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也就是说，《天下》杂志呢，很多对不但对政府有很多的建言，对老百姓呢也做一些品质上的教养等等，做很多的报道。尤其是像三一九啦，很多报道很多台湾的好的地方哦，所以让大家都很欣赏这个。所以我也很希望呢，要坚持初衷啊，还是一直要做下去啊。所以我也很恭贺这个三十周年的庆典呢，我希望呢将来会比现在更好。谢谢。